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草莓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橙子姐姐。今天呀，草莓姐姐给你们带来了熊大和熊二啊。那今天呀，草莓姐姐和橙子姐姐要有一个玩具送给大家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科学实验啊，这个是科学实验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要和橙子姐姐把它打开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实验。好多呀，这么多的小有趣的小实验。这个是多边角球，哇，这么多，那我们从中挑出来一个好不好？我们随便挑一个好吧。嗯，就这个了。好，这个诊器。哎，听诊器是什么？小朋友们都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把它合上，放到一边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听诊器小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它是谁用的呀？什么用的？是医生啊。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，看一下。啊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是什么呀？一个塑料的圆管。哦，还有一个小小的，小漏斗一样的。那我们把它拆开。这是一个气球吗？嗯，应该是的。还是有一个绿色的气球。哎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里面有软管、气球，还有一个漏斗，一个皮筋，这是一个半圆形的塑料。嗯，哎，还有几个零件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东西怎么样把它组成一个听诊器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打开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步骤。嗯，按照它的步骤来做出来。嗯，需要一把剪刀，需要一把剪刀，还需要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先把气球，我们先把软管拆开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叫三通，应该是每一个口都是互相连通起来的。然后这个是在提示上是耳塞。好啊，对，两个小小的耳塞。然后这个就是漏斗，然后一个卡扣。好，我们把它怎么连通起来？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这个软管扣，软管放在卡扣上面。哎，它是正好的，所以说很容易就能把它装进去。两边要一样长，差不多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这个是气球吗？然后把这个小小的三通安装在这个位置。这个要怎么安进去呢？然后我们现在要把气球套在这个漏斗上面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软管剪成三份。用连通器把它们三份连接起来。对吧？对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卡扣上面。部分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气球套在这个漏斗上面。这个好紧，是怎么的？哎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把它，要不
直接反过来，翻过来这样。好就可以放在耳朵里。接着我们把最后一个部分连接起来，加上它的听诊头，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呢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诊器怎么样啊，成功的完成了，现在让我听一听听一听，哇，好像有真的有心跳哎，是心在这里啊，我听一下，哦，好像真的有心跳哎，那橙子姐姐来听一下吧。好的，放在我的心上，哎，扑通扑通的声音，啊，好棒啊，非常明显啊。那今天呀，我们这个听诊器就成功的完成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说再见了，小朋友，再见。再见。